来呀，姑娘。哎呀，看我到哪儿来了，哥们们。咱俩去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军。我家跟前啊，这边还有个酒厂，叫丑梨，做用丑梨做酒那个酒厂。吃那个屋，12块钱，这么老大盘子，你看看多大？这是2两杯吧？你看看，人家能在这个小胡同里啊，屹立30多年，那绝非浪子虚名，就是有点玩儿。一会儿丹丹开车啊，哎呀，姑娘没找吃啊，这屋啊，啊，姑娘，明晚上找老雪花，今天晚上她有事儿。老雪花，我俩喝点，让她教教我，里面有不少细节呢。你看这网上说，不是说的，那玩意儿有不少小窍门啥的，这玩意儿都得让人教一教，学一学。这是什么鱼？这是鳕鱼啊，兄弟们。可以点点。这鱼多少？50来块钱，哥们儿，你们说怎么样吧？35、42。200米饭。这是鳕鱼吗？
丝，大鳕鱼，这小肉，蚂蚁仔啊，蒜瓣肉，怎么样的鳕鱼？这鳕鱼挺好吃。鳕鱼和偏口型，那个楞焖鱼好像稍微有点硬，是吧？嗯，我姑娘爱吃这鱼。嗯。给我刷一下蛋呗，老板。哎，再把关。我拿现金的。多少钱？四十。49。49，听。真的吧？这就是人家火的原因。中午来你真没地方，哥们们，我不是瞎编。钱儿，这是三个人两伙，点了吧？都点外卖的，打包的。哎呀，走吧，丹丹开车。我喝了点，喝了二两。你就这饭店就是。就是你就非常贴合咱老百姓啊，这还便宜还好吃，所以说人家这么多年了，为啥这么多人中午来真没地方啊。